哎，到前面来，看他头，看他头那边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让他亲你，亲亲。再来一次，你头靠过去，你的头靠过去，头靠过他，跟他靠头，头碰头，靠过头，那个阿姨笑起来才会更清楚啊！对，好棒，好棒啊！我们现场呢，这个台中市动物之家所有这个宠物的圈养啊，有宠物的再抱一次吧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抱着它，来上海去这边的报名的。嗯，好棒啊！这边呢，还有大家的秋天的展示啊，也有遇到有很多人都喜欢台中市的小朋友，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认养的活动哈。在我们的红白摊位区动物之家。